所以你说你最喜欢老大还是客套话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最喜欢老大？你没说吗？哎、欸，那好久以前了，你比你比麻烦女友还麻烦。什么好久以前？明明就才这个月的事情。哇哦，这个人记仇程度，你根本不是狮子座，你根本是天蝎座吧？OK， 现在那个转移话题攻击我星座了。OK， 这么久以前的事情 ，OK， 哪里很久？明明就超级 okay, 超级近的。赶快吃饭，赶快吃饭。那转移话题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吃饭不要讲话。还有没有标标日期？八月十七。老大，我好喜欢老大。比喜欢 KSP 还喜欢吗？那肯定是的，那肯定是最喜欢老大、啊、那肯定是最喜欢我们老大，我们杏仁麋鹿老大，我还出现了乙提的轻轻的声音，可见我有多喜欢老大，我最喜欢老大了。好近哦，明天要超近的，好久啊、哦！才十二天，屁嘞，十二天很久啊。那你很久啊，所以你过这十二天就不是就不最喜欢了。你不要去直接深究追究这种事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，本来好好吃的饼干，好渣哦。有偷偷跟别人讲话，怎样？是不是跟你最爱的老大？才不是，才不是，又不是你。说想跟别人生小孩，说是网络礼仪。我哪有说我要跟别人生小孩？这个真的超久。有，你说你要跟，你说你要跟雪球结婚生小孩。What？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我都不记得我讲过这种话。那你说这只是网络礼仪，跟你学的网络礼仪，网络礼仪。爱记仇，爽啦，爽啊，刺啊，就是要记仇。因为这个人常常都说了，然后不认账，所以你要记得清清楚楚。谁会记得这种事啊？他每次都说了不认账，说我哪有讲啊？然后你一讲，他就觉得还好像有这回事。没事，哎，没事的气泡水啊！我买了三箱放在家里，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会喝胶原蛋白嘛？那我都是泡气泡，那我都是用气泡水去泡的。不回我 ，OK？ 留我一个人在这边孤单寂寞。我就是一个 no answer， 这种时候我们就是沉默就对了。你一定偷偷在睡觉。我哪有偷偷在睡觉？哈哈，我刚刚在跟别人聊天呐、啊。什么？在跟谁聊天？没有啊，没有聊天，我只是在看别人。在跟谁聊天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在跟你最喜欢的老大。不教我也要跟老大聊天。没有，我没有在跟老大聊天。老大表示：“哎，老扛了，老大的出场费该结算一下了。”老大表示：“关我什么事啊？这两个人都是我扛，是没有没事，都是我，都让我扛，都是我，都让我来。我看你好像是很了解我，一点点而已啊，一点点了解而已，没有到很了解，不敢说，不敢说。”毕竟比我了解你的人大有人在啊！怎么一天到晚吃醋呢？姐姐今天跟我玩完之后，过两天要跟 Hibiki 玩。对啊，这边玩玩，那边玩玩。啥什么东西？这边玩玩，那边玩玩，真渣！雨露均沾呢？以前皇上不是这样吗？OK， 你是皇上。
也是皇上还有三妻四妾，那你更才是皇上吧？所以我们是皇上跟皇上，我们是 BL。靠有哪有？我可没有，只有你，不要把我跟你讲成一样的。我们是 BL。那个人在练功啥想？